安妞你好，我是小欢，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下吧。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名字叫有一种长大叫示弱，作者纳豆。文学家李康曾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传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生在世，过刚则易折，过强则难久，过于高调总会惹人非议。而且这世上向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说自己跑得快，但总有人在不断打破世界纪录，你说自己学识多，但总有人知道你不了解的领域。真正的强者不仅懂得隐藏锋芒，还能够适时的示弱。博主程思分享过一个故事，小时候他家里很穷，甚至没有洗澡的地方，夏天还好，可以到河边玩水的时候顺便洗洗，但到了冬天他就犯难了。而那时候班里刚好新转来一个班主任，老师十分热情，也愿意请孩子们帮忙，甚至隔三差五的就叫他和一个男孩去家里帮着捉煤球。而找到程思的时候，老师则总是以一种自己才是弱者的姿态，说什么自己和太太工作得很忙啊，或者自己新调来的人身体不熟。做完煤球，孩子们弄得脏乎乎的，老师就叫他们洗完澡再回，边帮他们放热水边说，今天太感谢你们了，真是帮了老师的大忙，要是我自己真不知道要弄到什么时候去呢。这时候程思和小伙伴都因为能帮到老师而十分开心，甚至还会比谁做的煤球更多一些。程思长大后想要成就，在一次班级的聚会上回顾心中往事，就说起了这件事。那天班主任的女儿正好在场，散场时偷偷给她发了条短信，我爸的本意其实不是找你们做煤球，而是想让你们洗个热水澡。陈氏看着这行字，居然有些泪目。班主任的善意这么多年，他竟然没有一丝察觉。老师在教他们知识的同时，还在用示弱的方式守护他们的自尊心。在《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善行无辙迹”，大意是说，行止高洁的人做好事时是完全不着痕迹的。示弱正是这样一种不动声色的善良。这样的人从不炫耀自己的优越，也从不进行居高临下的施舍，还往往以一种温和、舒服，甚至类似求助的方式去帮助他人。而接受帮助的人不会感到尴尬、难堪，反而会觉得相处是舒服的，自己也是有价值的。示弱不仅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善良，还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智慧。朋友小张上学的时候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人聪明长得帅，一直处于众星捧月的角色中。初入职场时他依然傲气，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喜欢自己解决，发现别人的不对也喜欢当面指出。本以为能力强却会有好人缘，但慢慢的他发现同期入职的小王居然和同事的关系远远拉开他一大截。一开始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在观察了小王一段时间，他发现同样是遇到棘手的难题，小王不会像他一样自己冥思苦想，反而喜欢请求同事。一来一往中，小王与同事的关系慢慢变得熟了起来。同样是发现前辈错误，小王不会像他一样当面指出，反而喜欢用假装自己不懂的方式来提醒、来引导。与小王相处，同事们也都十分自在。这下子他才明白，习惯了逞强的自己不一定能得到认同。而懂得示弱的小王，就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赢得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看过这么一段话，智者处事如水之灵活，经沙土则顺流蓄力，碰岩石则迂回曲折，招断崖则下垂尾瀑，遇高山则另辟蹊径。小王正是如此，不会时时硬刚，也不会处处逞强，他懂得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弱胜强。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示弱定律，即在人际交往中，适度的示弱可以消除他人心理上的防备和敌意。这种示弱不是软弱，而是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胜利的一种策略。
示弱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也是一种成大事者不争一时英雄的境界。东汉末年，曹操刘备二人煮酒论英雄，喝到兴头上，曹操说：当今世上若论英雄，唯你我二人。没想到刘备大惊，他的连手中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此时正好天边闪电雷鸣，刘备借机说是被雷声吓到了。曹操见此情此景，认定刘备如此软弱，注定成不了大事，不仅饶了他一命，而且也放松了对刘备的戒备。刘备却自此蓄势待发，后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其实这种不争的境界就是刘备能够逆袭的最大优势，而且他不仅在面对强敌时会示弱，在面对难得的人才时也会示弱。因求贤若渴，他曾三顾茅庐求得诸葛亮出山，即使张飞、关羽觉得不值，但他依然愿意放低自己的姿态。而这种谦和和宽容，不仅让他人受到了尊重，也让他建立了自己的人才王国。作家王源曾说，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因为低眉看似自降身份，实则是升华了格局。这样的人因目光长远而懂得进退，因大局之上而能屈能伸。他们懂得逞强只会赢一时之快，示弱才能赢一时之美。学会在合适的时机低头，在恰当的档口示弱，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格局。毕竟进水才能留身，难退才能超越。诸葛亮说，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大意是说，好的将领刚强却不固执，柔和却不柔软，他们怎能以柔克刚，刚柔必济。学会示弱就是以柔克刚的第一步，其中既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善意，也有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更有一种成大事者的境界。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慢慢学会认怂，慢慢学会从硬碰硬变成刚柔并济，慢慢学会从柔软中吸取力量。愿你用柔软的心来与世界的温和过招。其实我们每个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好像会想要硬碰硬去解决，大部分人都是如此，因为大家觉得示弱是个懦弱的表现。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审时度势还挺重要的。当你目前比如说你拥有的技术拥有的能力确实不怎么样，跟你的对手相比的话，有的时候示弱的方式其实也是以退为进的方式。这样讲会有点怪怪的哈。你技术不足的时候也是需要时间学习跟沉淀的，那如果对手更强，那你也可以表达出向对手请教的部分。当然竞争关系的话，对手不一定会给你什么就是你想要的信息啦，但最起码你会让对手觉得说就是像类似放松警戒的部分。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这是有点商业化部分啦，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简单的做人方式。因为现代人很奇怪啊，那我很强但是我就看不起你，然后我不愿意教你任何，但是我认为是如果我或你愿意学我就愿意教你。当然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来就是跟你问七问八，就是想你直接告诉他这个怎么做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会的东西你来问我，我很喜欢跟你讲过程，因为过程真的蛮重要的。如果没有经过过程怎么会有结果呢？我直接跟你讲结果，你下次还是跟我要结果。我跟你讲过程，如果你学会了下次就能独立思考。当然这是我幻想的境界，因为我教过蛮多的人，教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我觉得 99% 都是你告诉我一就是一，你告诉我二就是二，我跟你讲过程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人活着一山还有一山高，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强，我只知道说在前进的路上我必须要努力，我遇到比我强的人我愿意请教，可能因为我个性也比较直啦，对。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以前喜欢刚，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比较属于认怂的状态，就是这种示弱啊真的不是软弱，我觉得也是一种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胜利的一种策略。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做一些事情跟处事的时候都是没有在思考但就做了，可是效果真的还不错耶。所以我还是认同那句话，真正厉害的往往都不动声色，善于示弱手拙。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那么明天就再见了。